在做什么？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菜品吧。皮蛋瘦肉粥，豆腐皮蛋，切皮蛋，洋葱凉拌皮蛋，玉米青豆炒皮蛋，青椒皮蛋，剁椒皮蛋，蒜蓉皮蛋，凄凉皮蛋，创新皮蛋，皮蛋拌皮蛋。再拿一个吧。好，第四个点。路上毕竟残花败柳，第一个这个，第一个这个，来了。因为你是这么一直说到那儿，那我说东南、西南、正南。大家好，我是正南。皮蛋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对那皮蛋也是特别有感觉。这不行，坏了，这不行。我回来不帮你忙，全包了是吧？皮蛋的克星啊。我最近对皮蛋也是特别有感觉。然后另外一个人